而在地震过后呢，不少人家里3C 家电也都遭殃，不能用了。最近也掀起了一波换机潮，有通路业者就端出了春季优惠，从周五开始限时5天下杀5折起，像是包括了冰箱、空调都有打折，搭配政府的汰旧换新节能补助，一级能效最多可以补助到5000元。另外，不少高楼住户说家里电视呢也在这一次地震当中损坏，因此业者也特别免费提供检测的服务。另外还有洗衣机、洗碗机、电脑、风扇等等，这一些3C 家电产品也都有相关的折扣，还可以抽回馈金。